今天带着老三在家里面做一顿饭吃啊，因为家里面买了很多菜，就跟晚上也不方便出去啊，准备吃完饭去田间地头逛一逛啊，随便吃。今晚上 tonight I cooking 加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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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就老周随便发挥一下啊，搞一个大锅炖，就是晚上就搞一点素菜啊，因为我们早上和中午都是在外面吃牛肉，大盘大盘的吃。因为这边吃牛肉很便宜啊，晚上的话就多吃一点蔬菜，再吃一个他当地的这种很特色的芒果，炒两个鸡蛋，给老三尝一下我这种简易的做法，看看他是什么表情，吃不吃得下去。刚才我把这个鸡蛋打碎了啊，要收拾，老三不让。It's my working because you cooking, so me washing washing. Okay, okay. So washing, okay, okay, you okay, cooking. Okay, okay, okay. So 非常懂事啊，老三。这个用完 finish, yeah, yeah, working, yeah, here working, yeah,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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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说了他就明白了啊。Hey, yeah, I put that, yes, yes, yeah, 这个用完以后就放在这里就行了。Yeah. 现在老三越来越懂事了啊，家里面的活路干得越来越漂亮。Yes, good, yes. yeah, wow, beautiful, come on, baby, okay, good house for, is the house for.Two men, yeah, yeah. So, Masai Nigeria, so yeah, three house, so it's good, good yeah. sunlight. Okay, okay. 哎呀，我的这个眼睛被这个洋葱迷的，都淌眼泪了。我现在这些蔬菜已经切好了，洋葱、番茄、黄瓜、胡萝卜啊，等一下就用一点酱油、盐，就随便炒一下吧。让老三他应该以前没有吃过酱油，这个酱油都是我们中国的。哎，生抽碗，所以让他尝一下用这个酱油做出来的蔬菜啊，看看他能不能吃。因为老三在非洲这边多半都是吃肉，然后他们的蔬菜啊这些很多都是很简易啊，所以没有吃过这种大杂烩，他们都是单做单的，所以今天给他尝一下这种大杂烩。现在已经把这些所有的蔬菜全部放进去，锅里去搅了啊。哎呀，就是切那个火锅底料啊，因为老周现在才到这边，不知道这个火锅底料要去哪里买。过几天研究一下，然后放一点今天新买的这个酱油啊。哎呦，这酱油有点呛，感觉是不是倒多了？不要倒太多，酱油倒太多的话，等一下老三吃不下去啊，变成黑色的了。魔鬼料理，煮魔鬼蔬菜的同时，把这个鸡蛋给它搅掉啊，再煎一个蛋饼。然后我做这个大饼的时候，我要放很多很多盐啊。放很多，今天主要是要给他测试一下，给他尝这个很咸很咸的菜啊，看看他是什么表情，是会嫌弃，还是把它吃下去啊？然后告诉我很好吃啊，因为我完全没有告诉他，就是今天就让他自己吃自己感受。好，这个菜老师，哎，老三，哎 ，chef， 我是 ，chef， 我是老师 ，Are you okay, chef? Yeah. You good? Yeah. Number one, chef. Yeah. Are you beautiful?、Yes.Very beautiful. Yeah, 真的吗 ？Really? Very beautiful. 你看，他们可能是为了讨我欢心啊。其实这个菜，做的不是很好看啊，但是他还是要说 beautiful. Yeah, very, very, very beautiful. 啊，你这个不诚实的孩子啊。Yeah, take table. Yeah, yeah. 但是不可否认，老三是有一点情商的啊。好，现在要炒这个超咸的蛋饼啊。放了好几倍的盐啊，看一下他是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大家可以猜一猜，他是告诉我非常非常的好吃，还是会告诉我哇太咸了，以后盐放少一点之类的啊。哇，这个蛋饼我都能闻到它的盐味了啊，随着这个热锅冒了出来。好，把这个蛋饼一分为二，给他吃一半，我吃一半。这个超咸的蛋饼，好，然后再弄点芒果就 OK 了。The food, yeah, yeah, go eat. Wow, 尝一下 ，yeah, my cookie. It's cooking, yeah, very nice. So, yeah, 哇，他果然是先尝鸡蛋啊，怎么样？No sauce. No sauce. Yeah. Oh.我放了这么多盐，他居然意思是我放的盐不够，有点出乎意料了啊！
兄弟们，这个结局 ，OK， 你要放你就自己加。刚才这个家伙是个重口味严重分子啊！看一下他怎么发。No, little, OK. 放盐太恐怖了，老三，我操。No. I go. No. Yeah, OK. Yeah, you eat. Me like sauce. Yeah. Very beautiful for me. OK. You eat. Here. Me? What? Yes. 这个黑暗料理怎么样？You number. Ready? Yes. Yeah. You the mango. Oh.Wow, you good idea. Okay. Wow, man. 啊，真的是出乎意料啊！然后他非常的享受，Okay. Slowly. We say enjoy your dinner. Okay, thank you. Enjoy your dinner. 哎，兄弟们，是不是大家都没有想到啊？我都没想到，我还以为他会觉得很咸啊，或者他不敢告诉我咸了。哎，然后伺候会偷偷的告诉我下次少放点盐，结果他是个严重分子啊，直接盐拿过来直接是那种撒，太恐怖了，我的天，他们就好这一口啊。但是今天确实是我在家里下厨的第一次啊，也是搬到新屋子里这个下厨的第一次，看到老三他吃的这么开心啊，我也很高兴。 OK, you like very very yeah you like very very beautiful good dinner.OK, 看来 yeah, nice,、老三确实是很会说话啊。Yeah, 和他在一起相处确实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小猫跑进来了。老三还要把他的食物分给这个小猫。哇，那小猫好乖。Yeah. Come along, come baby. Wow, sorry for that. No problem. Yeah.我自己尝尝看啊，你放了很多盐很多酱油，他倒吃得很开心。我的妈，我就觉得有点苦了，已经盐放了很多我就觉得有点苦了，但是他吃得很开心啊，你让他大口的吃。 Very wonderful dinner.So it's very good. It's a good teachers. 你看他特别会夸人啊，我都觉得已经盐到发苦了。现在吃完饭了啊，现在老三都是自动自愿，就是做完饭以后收拾这个家务啊，这个挺好的，刚好打扫卫生的都不用请了。这个家伙真的是很会做事情。Yeah, here. Yeah. Okay, 放这里就行。Here. 我放这里。Yeah.Yeah, 这些碗辛苦了啊，老三。But we have forget something like this. Yeah, good, thank you. No. 怎么放这么多 ？No, no, it's no, yeah. 哎，老三，我教你啊，你先把这个最大的Big one. Oh my God, yeah. Okay. Little, okay. Little, not big. Okay. Yeah. Give me. Is my working? Hey. Wait.、Yeah. Okay.就是没有买那个什么麻布啊，先用手，让他知道怎么做事情，因为他不会洗澡，他就想做这个事情。Do you understand? Now I know this thing because say this yes, is you asking me something?For one day. Tomorrow, I know everything. Okay, good. So, one day, finish. Okay. Tomorrow, good. Yes, good. So, me, I follow you. I know. Yeah. I follow you. What are you doing? Okay.